大家早安啊，我刚刚还跟大家说我要拒绝原子组，然后我还是按了那个接受。为什么？那你拒绝我呀？我要开玩笑啊！你可以拒绝我，我不要拒绝，你不要拒绝我，你可以拒绝我，我只是会受伤而已啊！所以我才没有拒绝你啊！这就是情勒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！你看，你刚直播了有？对啊。哦，好好看哦！我们一起买的，贴的，用贴的。不是，我们一起去买的。你做成这样？对啊。好厉害哦！这是肤色的哦，你看得出来？你自己用的？对啊。好好看哦！指甲。我还没涂，因为我不会涂指甲。没有，我今天要卸掉。明天要 work 哦，等一下哦，你要播到几点？我要播到一点吧。你几点开的？两分钟之前。你是 OK， 我是11:30开中午的，对 OK， 但我。让我12:00这样子刚开，打屁股哦，打屁股哦。今天不 work 吗？今天 work， 对他明天要 work， 他说的。今天算不算 work？ 但今天要跟宝莉见面。哎，我们会见到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的行程表，明天是干嘛？好。你确定明天我要 work， 我个人啊、OK， 那我跟你不同事，但是也是有事，我也是有事，你也是有事。那明天不对，那今天嘞？你今天晚上啊？晚上啊？会见到吗？我们上去嗨，我要去那个啦。不醉不许，不醉不归。我没有，我才刚刚跟大家讲到，我不喝酒的人。真的，宝莉真的不。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因为我是一个会发只喝水的人。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办法想象，如果真的喝酒醉会怎么样？好想看哦！一定好笑，一定就是一直。不知道干嘛，没有，就下一秒就是他喝醉后晚安，然后就睡着，也有可能。我们今天不会碰面吗？我们今天不告诉你们。谢谢嘎嘎逼的，哇，谢谢什么？这是什么之梦？谢谢伯承。哎，宝贝，你有看过我喝酒醉吗？没有，你有没有给我看过？那我们要不要找一天一起去？我没有，就不会喝。我们不用，我们不用去，你就去找一个，找谁？我们可以在自家买，然后家里，然后、我们然后高晨晨18了没？还没，没了。我们不要找他了。我们可以找小三美玲，小三美玲18了吧？18了啦，18了。对，那找小三美玲。我都觉得他们还是孩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像。跟高晨晨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国三了。”对啊，他高三了啦。对不起，你还在为国三？对不起嘛，我还觉得我……哎、欸，你这不应该哎、欸，你把他变太小喽。对不起，我不用戒酒就可以装疯，我每天都装疯卖。直播上的酒局是什么画面？宝贝，你有这个猪猪吗？我们一起用猪猪。好啊，
健身达人吗？嗯。我不用戒酒，就是说他用身高判断层层的年龄。对啊，你干嘛？你干嘛用身高？我这爸爸都放你。对象怎么啦？哎，我家人怎么了？我在直播，等一下，我去拿东西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拿个东西。啊，我先把我吃的，因为我刚刚吃完，然后还没有。这是我的早餐。真的，你才刚吃早餐。晨晨被排挤了嘛？年纪小不是不错，不是错，那只是个孩，那只是个孩子，那也不可。还是偷偷，不行不行，未满十八岁，请勿饮。啊，在这边。喝酒最麻烦的就是交通，在家最舒服，我也觉得。张会聊原子。张小宝是谁？还有英子周周。啊，我好了。嗯，好。哎，来来来，来，等一下。小丽，你看后面衣服很乱。什么几点？宝贝啊，衣服用椅子挡一下。哪有？宝贝，你衣服好乱好乱，你把那个椅子遮一下。对啊，我的衣，我刚刚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跟那个什么。我刚因为那个什么有一个哎是乌诺吗？他就说阿丽你可以就是站在后面，我帮你看几头身这样。然后我说不行，我说为什么我的镜头拉这么近？就是因为我的后面的衣服很乱，因为我说我从过年之后都没在整理房间。我看到了，对，你刚站起来我看到了，哦宝贝啊！可是一直挡住我，只有衣服，因为衣服是一个可以乱丢的。哦，呀！虽然我现在家里怎么了？又要看留言了。对啊，房间就是乱，酷。不行，我不能给大家看。我房间应该只有床是干净的。我的床也是干净的。因为床睡觉很重要，可是其他地方衣服乱丢可以。因为我怕我带到内衣。可是我有一个专门丢衣服的篮子，那个不是篮子是桌子，就是我那个桌子。刚刚你看那个是桌子，就是那个桌子，因为我不能丢床上，所以我就丢到桌子上。哦，能明白。对，我就然后那个衣服可能只穿了一下，没有很脏，就要是对对对，还有一个浪费这样。对，然后反正就是再把它那个，下次再想要穿的时候就直接拿起来。对，我懂，我明白，这是方便。我有一个专门这样放的。我是折起来，我的那个柜子比较小，要折起来。我要丢，嗯。我在讲什么？就是穿过就要洗啊，要穿过啊，可以之后再穿。嗯，我衣服为了每天洗，有些那个便宜的材质很容易坏掉，除非你有流汗。对，而且对啊，而且冬天的时候明明才穿一下下，你就把它拿去洗，那这样很浪费。嗯，真的，衣服浪费水。对啊，衣服不。对吧？我说的有道理吧？没错，没错。我们不会流汗，我们练舞会流汗。练舞的衣服会洗啊？我也是。嗯，所以练舞的衣服就是都是比较薄款的。哦，谢谢志伟哥，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香的啊。对啊，我们都是香的。谢谢。外面很脏，外面很脏，不要放在跟干净的衣服放一起，就是脏的，就是脏的那区啊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奇臭无比，宝贝，我其实想，那我要开始去直播了。你要陪你的元宝宝们，
他们是竹笋们。啊，对对对，原竹竹笋，哇，那他们是阿丽耶。对啊。好，你去陪你的竹笋。我是你的长大版，因为我是竹子，你是竹笋。哦，对啊，你也可以说竹子，然后是竹笋，哎，好像不错。好，以后都叫他们竹笋。不是一家人。竹笋来。嗯，叫小竹笋。对。那你们是小布布们。对。布布们。布布们说。他说。你是一家人哦。啊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一家人。我们是 family， 我们是同一个科种，同一个属，同一颗，同一木是吗？同一木，同一木是什么？就是它什么科种属木什么？你知道那个分类你知道吗？科类的什么什么系列什么科什么？哎，我们是同类人，我们同一类人，同一类人，我们都是人。所以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同事不知道？主主敢不敢跟七姐？我七姐会拒绝我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不用。真的，有个性，很棒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好烦，关掉。像阿丽就是没有个性。对啊，你看什么大木科属种？哪一届？哪一门？哪一纲？哪一门？哪一纲？哪一科哪一属哪一种？是吗？阿丽的话，七七应该我是不我跟你讲，我去笨到我不会按连播。上次跟高恩成想连播，怎么按都不会，还一直迷原子组，我说怎么用，我就说算了，我不想用了。至少是我一下下没看，手机就瞬间堆满了几百这个东西，狂迷你，狂迷你。我说怎么了？哎，最早上他说你在哪？原来说你在哪？我还想说完蛋了，我是同一条出现在哪里？对啊，通常这样就代表说，是不是有练习？然后我没有出现这样子，我通常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之前也很常，就好像是因为到教室，然后谁会提早到，然后小三美玲就会一直问在哪，都会很紧张。我想说，是这个是明明是那个。他可能是我们十二点要到，他可能十一点就到，就一直赖我。我想说，该不会是十一点，然后记错时间这样？哦，我真的是，我都错。好了，那先讲小竹。好，而且你好荡哦，宝贝。我好荡。对啊，你的声音一直卡卡的。真的哦。对，这样子。谢伯特。好了，你赶快去陪那个。竹子们，赶快去跑山，赶快去跑竹子们。好了，我要去跟小聊天了，爱你哦，爱你，拜拜。小布布们要顶顶力哦，他们会，他们很乖，他们很棒，他们100分，100分哦。嗯嗯，拜，你按叉，是我要按对不对？我可以，我按叉，拜拜，拜拜。祖祖很像在外太空跟阿丽连线，真假的？我不要跟你聊啊，不要跟我聊。Hello， 没有名字的人，在章鱼的漫画里，我叫圆猪猪。章鱼最近怎么都不见，我都没看到他。玉界门纲目科属种，他现在还有一个玉就对了。这就跟谁先挂电话一样，你按叉啦。不是浣熊，什么东西不是浣熊？把阿丽还给我们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什么啦？什么 ？Hello， 代巴看一下。哦，你好像无籽葡萄，你就像这个无籽葡萄，没有种。你就像这个阳春面一样，没有料。哦，浣熊怎么在？怎么这里也有 ？Rock 是浣熊啊？如何？现在开始解释为什么迟到了嘛？因为我就是迟到的，对不起。我好像没有看过他跟你们喝酒，谁？张小宝是雨林的小名哦，真的？
你也要按叉叉。我有点对不起大家，我忽然之间有一点来感觉了，然后想去一下厕所，大家等我一下哦，我放音乐给你们听。嗯，迟到已经无法解释了，对，对不起，我迟到，我真是迟到了。给大家听机会的顺序，有味道。等我一下啦，我刚忽然之间有点想那个，大家等我一下，忽然之间的。我是要上一首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你在吃午餐吗？我要去臭臭了。WCI 的红包，神速吗？啊，我有抽到耶，好开心哦！没想到我离开座位竟然还可以抽到。好脏 ，WCI 好脏！我跟你们说，来给大家看。这就是我洗过好洗完以后的头发，有没有很顺？哇，洗完头真的会看起来很美耶。
有洗手吗？有，吓死！居然还抽得到，我两包都抽到了。谢谢红包，好开心哦！什么东西 ？Yes。好，等一下再听。午安，好臭吗？刮脏哦！我以为要给我们看什么。有便便的味道，我要洗手手，我要洗手手，我很快吗？不然大家通常都很久吗？有柔顺欸，头发天天这么柔顺的话，不是很好吗？离镜头远一点，圆圆很恐怖啊，很圆吗？啊，我这样好好看哦，果然还是要穿绿色，看起来脸比较白。以后直播都要穿绿色，还好今年流行绿色。哎，这看起来好白哦，跟昨天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远啊。大家什么大家早安，什么东西好了啦，对不起，我刚陷入了我自己的美貌之中。被我自己美哭了，天哪，怎么你回来就闻到臭臭的味道了？有很臭吗？有很柔顺，刚冲水这么顺的吗？很顺很顺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就算塞住，我现在就买那个了。我这几天，我这过年前买了那个通马桶，没看见眼泪啊。有洗头吗？当然啦，香喷喷的我。果然只有你自己可以骗自己，什么意思？而且我觉得我这几天运动啊，就是这几天培训练习啊，好像瘦一点的感觉。但是我还没量体重啊，不知道体重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我有瘦一点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来，三秒掉眼泪，什么哭泣的时候是 Prada Prada 的掉，他哭泣的时候是 Prada Prada 的掉，是这样子吗？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是 Prada Prada 的掉，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？决定以后叫你原石什么东西？原石冲是什么意思？眼泪就 Prada Prada 的掉。切尔东，懂听哦。但胖四公斤的照片很好看欸。啊，真的吗？很胖欸。Are you sure 吗？小肥猪一个。哦，小胖子。胖胖的。好肥好肥哦。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是 Prada， 眼泪就 Prada Prada 的掉。哭泣的时候眼泪就 Prada Prada 的掉。哭泣。Prada Prada 的掉。我觉得都很好看，因为我全部都爱。漂亮的原子组。我就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我这漂亮的皮囊啊。开玩笑的啦，姐姐的姓名搞定了吗？姐姐的姓名搞定了吗？谁什么意思？阿萨什么滚？谁什么的姓名？我是觉得都好看，因为我全部都爱呀。练习有流汗消水肿吧？有可能，而且练习的时候会有那个这什么燃烧脂肪，满面春风。最近就是。说你太多，冲十次都冲不掉你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，万般带不走，就你臭皮囊，臭皮囊啊！这几天我好想你耶，我也好想你们呢。大家过年还好吗？有出门吗？大家这次过年有出门吗？漂亮姐姐名牌名字看到，我忘记了，不然你除了皮囊 ，anything else？ 充满智慧的脑的叫什么？它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脑叫什么？脑细胞，充满智慧的脑细胞，这样可以吗 ？Hello， 吼吼，我在加 K 书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那时候有看到动漫展，
我跟那个宝丽两个人在，宝丽跟陈宝的在那个叫什么，在那个逛街的时候有看到，不要结巴，我哪有结巴，哪里结巴，我身体好一点了，就是，可是我觉得我自从那个流感好了以后，就喉咙有点敏感，然后就一直这样这样欸，是正常的吗？2月5号要去台北考试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我有一个充满智慧的脑细胞，没有结巴，只是口疾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念口疾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吗？唱首好运来就解决了。叠个千纸鹤，再系个红飘带，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，勤劳生活美，健康春常在，你一身的貌为了笑和朱颜开。惨了，跟之前不能比了，嘿嘿，在家当赌鬼，洗巴啦赢了5000哦。哎呦，欸，其实我不太会玩洗巴啦，欸，有人要陪我玩吗？他是比大小是不是？就是两个人这样摇，然后一，然后开这样，然后比，然后我们说比大还比小是吗？睡哦，这歌词记真熟。不要讲到歌词，不，我现在真的错很难，我跟你讲很难。天啊，老师的歌词真的都是。没有再简单的，他那个歌词真的就是世界最复杂，你就爱读啊，真的好难哦，怎么办？你不会玩洗巴啦哦，来，我们来赌钱，直出豹子3把，豹子是什么？剩下18天哦，剩下18天哦，OK， 好的，就是两个一样，算其他两类的数字啊。再讲一次，两个一样，算其他两颗的数字。说出来，我们帮你找记忆点。我差一点唱出来，没事，我差一点就真的要唱了。正常咳久了喉咙都会不滑顺，要咳一阵子。如果一直清嗓会好更慢。真的哦，所以我不可以，就不可以让他咳这样，然后就这样。这样忍住，对，是吗？谢谢小小宝，掌声鼓励。好了，我唱一小段，1、2、3，好，我唱完了。Hello， 思思，谢谢俊俊追踪，豹子是骰子全部一样，6612，这样你就是 BG 3点。3点哦，那如果我没有两个一样怎么办？4颗2颗成 pair 之后，剩下2颗加起来的。那如果我没有呢？唱出来会进会议室吗？会，要多喝水。有啊，我现在就是很乖乖的，每天都爱喝水。以防我的那个小喉咙，我唱出来啦，你们刚没听到吗？1、2、3，谢谢吉米周周的红包，都没有的话就是憋屎，啊，所以骰到没有两个一样的话就是憋屎哦，就输了是不是？没有的话重骰，有人玩没有的话扣一点，有人也玩没有的话就是扣一点。哦，你说哦，那我要怎么确定说？那我就选最大的那两个加在一起就好了。那我要怎么拿两个乘一对？你吃成这样，哪里小喉咙？嗯，是小喉咙。还有要少讲话，对喉咙康复是最有效的。
可以玩大热门过年公寓，每年都玩西巴啦，最输跳游泳池啊！第一次看到用文字解释掷骰子的，因为我好像真的从来没有玩过骰子的游戏，我几乎就是有啦，今年有哦，三点 ，OK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，哎，我刚刚想什么讲一半啊？我今年有玩扑克牌跟，跟我只有玩扑克牌跟麻将。然后我们好像打了六局，不对，我打了六次，哎，一二三四，大概六次和局，然后竹妈自摸一把。我放枪一把就这样。来，你下单双或大小对了一包如何？好啊。三以下是小，三二一是小，四五六是大吗？好，那就小小。你是说猜对一个就有一个吗？哎呦，我把我们家这个给踢下来。哎呀，最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那个手指头掉，就是被夹在那个自动洗牌机里面。台湾麻将有十三幺吗？十三幺是什么？其实我不太会背那个什么牌种的名字什么什么的。对，我记得我们玩是只玩16张，我不会玩13张的，13张怎么玩？13张怎么玩？有人会吗？那摸到一点，哦，我赢了，恭喜啊！好好玩哦，原来骰子这么好玩吗？明年来玩骰子，明年先买好骰子来玩。好好玩哦！天哪！哎，下次我们啊，明年过年来玩骰子打赌，怎么样？就我骰，然后你们猜，怎么样？然后比大还是比小？这样多少点以下是小，多少点以下是大？然后如果你们输，你们就发一包红包；如果我输，我就发一包红包。你跟姐姐说，今年生日会来玩啊。这个赌博游戏是可以生日会玩的吗 ？Are you sure? Really? 那我们要不要干脆就是我们那个主题就是港风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游戏就是打麻抓一圈麻将，啊西巴拉这样。骰子通常不跟女生玩诶，为什么不跟女生玩？这个游戏出现在荧幕里，你一定先进办公室。是这样子吗？玩骰子吹牛你一定赢吧，因为你也会吹牛啊。可是不行啊，不行，骰子吹牛没有办法跟你们玩啊。再来一次，你没中的话怎么办？我没中的话就是我一包红包啊。那我这次来玩一个大，大，好不好？大，哇，好好玩啊！骰子这么好玩吗？大。他是不是只有一二三啊？我很怀疑哦。其实我那时候有在怀疑这件事情，但是没关系，算了。我只是想赌赌看。好，真是傻眼呢。哎，我自己有抽大，谢谢红包，谢谢 WZI 成为桌榜第一，好好玩哦！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。谢谢竹包，这好好玩哦！原来骰子是这么好玩的吗？好，决定了，这次可以来那个，我没有要发哦，要发。哎，我觉得这好好玩哦！啊，难道我真的这次的生日会真的要港风吗 ？Last time 吗？最后一次吗？小，我觉得他只会出一二三。小，
小，不愧是赌鬼，哎、欸，这个没有道理，这个 ，Hello， 你不赌大小，那你赌什么？你赌竹竹变轻重，逢赌必赢，那我一定肯定变轻啊！最近，你要跟我打赌吗？打赌啊！什么东西不要凹什么？不要凹，要不要凹？给你凹一次。哎、欸，就说赌是伤害人吗？对，啊，好笑，好好玩哦，好哟，真的是，朱董一直发红包呢，不然你赌小啊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再赌一次赌小吗？好恐怖哦！要上什么小？小男生掷骰子什么？通常很豪迈。哦，真的吗？一凡，你这个是赌局里面，还是你自己掷开心的？Hello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打 reset 这个我有中吧，我发一包，打 reset 发一包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哎、欸，我刚才你按到连播，来哦，发红包喽。嗯嗯，对吧？打 reset 一包吧，打 reset 输了吧？是吧？吼吼要改机票了怎么办？为什么吼吼要改机票了？怎么了？你没有那个不能来吗？你中奖了，谢谢红包，真好玩啊！好好玩哦，骰子好好玩哦！我是不是不可以丢给自己骰子啊？好好玩哦，嗯，还是应该这样，你们丢一个，我丢一个，我自己拿一个骰子来丢。我是不是有骰子？看谁丢的比较大，比大或比小，然后我有另外一套机票要改了、欸、为什么要改机票了？怎么了 ？Hello， 俊俊，但是这个没有彩线吗？老实说，啊，这个有彩线吗？嗯，彩什么线？有什么东西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是玩游戏啊，生日会的机票吧。哦，吼吼不来了，哈，真假的？你拿颗骰子，真的要玩吗？以前数学课拿骰子当教材，才好才满，这不行吗？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有两套机票，一套是三月，一套想要改到生日会。哇，你要确定玩完之后四周年就不会出去了。那等一下、哦、我们等四周年结束以后再来玩。对，我不来了，你罚站吧。嗯。你不能拿骰子啦。啊、哦、我不能拿是不是六个八啦。七个八。那也是八。那也是八，我就问你。八个六还差不多。那一周全班变成赌鬼。好啦，我们不能玩了哈，这个踩线了，但是太好玩了吧 ？P 组玩大富翁，三期生就有玩骰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我要玩骰子。我来看一下港风，哎，感觉今年可以来一个港风，感觉蛮好玩的。港风，港风元素，穿一个大红裙。那个大波浪，港风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玩的，跟港风很有关的？我还想看到祖祖呢，直播不行吧？好哦，生日会都要前一个月才知道时间吧？演
什么意思？不是湿到时间，我是想知道有什么港风的东西，有点想要玩一下港风，感觉好像还不错，感觉蛮好玩的。我也不来了，你好好站，真假的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不能来？眼泪滴两滴出来了，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Prada Prada 的雕，四周年之后宣布说新公演，生日会捏别啊，那不行哎，那不行。其实也不会罚站啦，还可以跟外面的玩耍。哦哦，是是是，有考虑过燕燕的感受吗？燕燕怎么了？男生都爱大波浪长发，没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哦。哎，现在，竹妈刚是不是回来了？妈咪，你回来了。对，我在看股票。哦哦，好，你忙。在英国呀。今年生日会多燕燕呢、欸？哦，燕燕跟哦哦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家燕燕是五月生日吗？她不是六月吗？我记错了吗？哎、欸、喂，怎么宕机了嘞？什么档期了嘞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家里的燕燕不是我们家的燕燕，她明明就六月，不是五六月一起哦？哦哦哦，五六月一起吗？晨晨你都不记得了，还记得别人家的孩子？我以为是只有去年才是五六月一起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五月自己啊，我们是因为去年才是五六月一起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我真的不确定，我这真的不确定，因为我以前第一次的时候跟嗡嗡是自己一起，然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年是大家一起这样，但我不确定哦，我真的不确定。如果祖祖一个人可以卖140张票 ，solo 也是有可能的。哦，这个有一点点难呢。这没什么好讨论的，等公告吧。对啊，要等，要看公司。六月生日会成员变多了耶。对耶，对耶，祖祖 solo 我买100张。哇、哦，那会不会来的人还是？你要分身100元，猪猪加油，期待 solo， 好期待哦！我生日会想看哦，不想看猪猪怎么办？那你眼睛遮一半。谢谢小川，你眼睛遮一半，你就只会看到嗡嗡了。嘻嘻嘻嘻，140张不是要被好运来轰炸吗？没有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港风，我想要港风，港风。港风建筑嘛，港风，哎呦，宕机。港风，港风建，港风，港风叫什么？布景，最潮五月天生日会。我们是五月天生日会啊。只有我一个人做，不是，是用躺的。上半还是下半？什么是上半还是下半？140张被好运轰炸。港风问头目跟星星妈妈，对对对对对，要问他们。建筑。不是建筑啊，对。港风，怎么有点宕机啊？这个。港风叫什么？布景。港风布景。哦，怀旧复古那种感觉。哦 ，OK OK。哦 ，OK OK。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不是谁哪一组哪一个月份有港风过的感觉啊？是吗？港爵啊，港爵港风是该穿大红旗袍了吧？
等一下，港风穿搭，看一下穿搭，穿搭。哎呦，港风穿搭真的都是红红哎，红红绿绿。港风礼服。哎，我按到什么？礼服。哇哦，那是华灯初上风是不是？古装吧，前无古人，穿苏格兰裙，为什么是苏格兰裙？我觉得这好好看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港风复古晚宴。我怎么没办法给大家看到？反正就是一个很合身，然后有点微低胸的这样，可以吗？穿宫廷装吧，似乎不赖，甄嬛风。大家进来参见娘娘，这样是这样吗？你们这样。拜见娘娘，然后我要这样免礼，然后我要这样，然后我要这样，那个每一根手指头都用护甲免礼。哀家今日呢，心情大好，爽。港风这边有吼吼，还不快问？哎，对啊，吼吼要怎么弄啊？要怎么弄？还有树宝宝啊。为弟兄十张，桂妮握手券丢在你面前，转身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。妖兽，我灵感一直冒出来，你要扮贱人就是矫情啊，贱人就是矫情。谢娘娘赏赐，本宫近日听说。有人进贡了140张生日券，是哪一位亲家呀？然后抽选用圣旨公布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几号几号获得了我们的奖品，10张生日会不少了呢，你要弄啥？没有，我现在还没想法，我可能要开始讨论的时候，我才会知道要跟谁讨论，然后知道是有谁，然后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风格，好好笑哦！你确定欧欧会配合你吗？就是不确定。而且如果是五六月一起办的话，就要看一下某某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他可能接受不了，贱人就是矫情，他是所有妃里面衣服最好看的，贱人就是矫情，真的，好颜怎么可能低胸，微低胸啊，比基尼趴了吧，哦 ，summer time， 谢谢乖乖帮我分享直播。好开心哦，怎么越谈越开心啊，泳装趴感觉还不错耶，但港风感觉也不错，还有什么啊，就是最近还有什么，你真的都不考虑燕燕的感受，燕燕一定会说好，燕燕一定可以啦，怕什么，可以啦，好刺激哦，啊，好期待哦，开始期待今年五月了，哎，不一定是五月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五六月，可能就是六月。好吧。那如果是五月，只有纯粹五月的话，应该就是五月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哎，我不太确定。哎，我上次，哎，我第一次生日会是在五月半吗？还是在六月半？还是其实已经公布了？我看一下。你要相信五月可以单独办，我真的不确定，但是应该可以才对吧？我们之前也有过。啊，可是场地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好难哦。还好我家小原子族没有公布。小原子族是什么时候？现在三月都还没公布，哪轮得到五月啊？三月都还没公布吗？真的假的？送餐中，果然日文的汉字五月神就是五撸赛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五月赢哦，是神赢啦，看错了，五月赢。五路赛哦，小原子族是二月哦，是二月，你很急耶，我想要搞，
啥生日会啊，是不是很好玩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讲到这个，看一下我们要交作业。等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啊啊，我等一下啊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直接传讯息问好了。OK OK， 双下巴收起来。我昨天在虾皮上狂买那个所有的食物，我昨天买了韩式泡面。然后买了罐头，然后买了饼干，然后我还买了饮料，然后买说不起来，没有收起来了，没有刷祖妈卡，货到付款。嗯，好开心啊！但是我最近一直想要买一个东西，然后被祖妈制止，打钱。被竹马子最近一直很想买那个朗沙，有人知道朗沙吗？比金沙还好吃的东西叫朗沙，拿胶带贴起来。竹竹下巴的笑容和这个一样，那个不是山下巴，不是，没有，舌头用力往上顶下巴会比较，骗人。怎么更明显了？他就是肥肉，他就是胖了，无救了啦，无救。嘟嘴才是有，嘟嘴可以。干嘛得养肥肉？哎，你想肥肉？你真的该减肥了？真的很胖吗？真的吗？脖子够长，比较不用担心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嘴唇下方点两颗眼睛，就会变成叮这样，叮叮叮叮的笑容。好想什么，直接放弃耶。这下巴不用低头15度，又直接从旁边露出来。对啊，过年有成耶。好想玩我的双下巴哦。我以为你骂脏话，月月。Model 的我要怎么不显示双下巴？你应该知道啊，就是这样，你看哦。但我就会没办法呼吸，就是这边要收起来，这样，你看哦，这样，拍照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用，所以下巴就会不见了。放松，放松。好棒啊！安竹教练，我想打篮球，你要去打篮球，我篮球没有很厉害，你赶快去打，之后可以教我们，可以遇见姐姐的辛苦了，忙着修改我4周年的衣服，没有那么夸张，还穿得下，好吗？要侧拍是吧？现场请教可以吗？请教什么？你再去吃串串养下巴。打篮球找美玲就对了，对，合照会再麻烦你指导了哟。你说指导我双下巴不见吗？没有问题。好了，我差不多要关掉了。猪妈是不是？妈咪，你在吃饭了吗？还没到。哦，还没到，那没事，那我继续。应该快到了。好，只不过穿网上一号不用改啦，不用啊，我不用改，我都不用改。我的那个 range 还在我的那个范围里面，肥胖的 range。嘿、hey, ，我才刚到哎、欸，嘿、hey, ，凤梨。我永远都记得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凤梨每次都会被嘿、hey, 凤梨，噔噔噔噔噔，本来就穿XXXXXL 嘛，确实是啦、啊，就是穿韩版的衣服是穿4XL。什么？我才刚到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
猪猪的脸圆要怎么做才能跟猪猪一样呢？那你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吃饱睡，睡饱再吃，吃饱睡再睡饱再吃。嘿嘿，你当球吗？不要，你衣服都太短了啦。我衣服都太短了吗？你干脆穿网袜，保证吸睛。网袜吗？今年还有在流行网袜吗？我看一下今年流行的网袜长怎样。我们来看看哈，网袜。2023啊，哦哦，今年的娃娃哦，这么性感呢、啊？好了，我要关机了，我的电脑有点宕，我要关机重新开机一次。黑丝网袜，来吧，三胜三负，最后一次，还要再玩一次吗？好啊，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，要丢的人赶快来跟我一次哦，一次比一次哦，我一样打，我一样赌小，小不对，我们不能讲赌，呸呸呸，我们压小，谢喽。他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他一定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他就是跟我唱反调。下注100。哦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我今天差不多要关掉了。我不要，我不打赌了，不赌了，没有了，不赌了，下次请早。都五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我们这次来啊！谢谢阿北的红包，阿北怎么那么好？哦，怎么那么好啦？谢谢小兰，赌鬼，下次指定一包大包的。如果有人赌对的话，要打赌啦！不要打赌啦，每次都打我会痛哎、欸。打赌宝宝，欲罢不能的原主主没有赌运，按错了。我发红包都不说我好，走心了，真的假的？可是因为阿北没有跟我打赌，然后发红包啊。对了，吼吼是真的好，谢谢吼吼，谢谢吼吼的红包。我是不是每次都有说谢谢？是还是不是？有还是没有？我就问，滚！你是滚，揍你哦！都没有。我觉得这样不行，你都没有仔细听我说话，哪有？没有，有好不好？没有每次，有好不好？都没有专心听我说话，霸凌，没有这样子的，没有这样子，没有这样子不认账的，你这种不认账，这个始乱终弃的家伙，绝对没有。至少祖祖发红包，我抢完就会离开，坏蛋。你只说你没有抽到，我就说没抽到。念榜了，饭来了，不然等一下你又要忍不住要赌了。玻璃吗？对啊，霸凌哦，哇，霸凌，霸凌我。好了，念榜榜咯，第15名，娇船，第14名阿斌，第13名大师，第12名玉安。第11名 Drag 维，第10名对吧？第9名草莓酱酱宝，第8名中银宝宝，第7名吉米周周宝，第6名志玲歌儿，第5名嘎嘎逼是吗？对，嘎嘎逼。第4名林果宝宝，谢谢大家拍手。第3名一凡宝宝，第2名博成宝宝。WZI 宝宝，下巴说一下，说不了了啦，这样，直播都这样。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谢谢，就是所有丢红包给我的人都非常的感谢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觉桌子好痛，对不起桌子，不用加宝宝啦，不行哦，你是 W 宝。
好好，你很凶呢，你真的很凶呢，哪有怎样？这样子敲楼下会不爽，还是楼下也是我的，整栋都是我的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但是我是真的很谢谢哦，是真的谢谢大家，我最喜欢红包了。那买时代有吗？温馨提示：我比你矮，握手会拿相机，只会拍到我下巴。所以你的意思说要我赶快把我的下巴练好是吗？是不是在三分钟就要抽小时榜了？可是我是不是不一定可以到？好，那算了，请你滚哦，温柔一点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有加请，谢谢，对不起，很好。我只是丢过便便，会谢谢我吗？这个嘛，这个待定。不是握手会本来就不能拿手机啊，是这样子吗？还记得之前代言红包，之前谁代言红包？关播吧。但我跟你讲，之前就是 HOHO 有帮我宣传红包，谢谢，这个我有看到，谢谢你喵。但是没有咯，就这样了，谢谢，就这样了，好了，不能太多。滚，主主请客，这样也很有礼貌。这个好像不行哦，呵呵，我没有要哦。上下班路那没事了，什么东西上下班路？哦，上下班路可以，上下班路可以拍照，那没事，很好笑。笑笑宝，这么突然的谢谢哦，不然你等下要走心，这是不是就是不要一直走心？大家是不是要开心？好不好？大家要开心哦！而且你们应该可以不戴口罩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但是我有点害怕，有点小小害怕。谁走心 ？W 现在笑什么？笑什么啦？还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都走不到哎、欸，每次都失败，走不到哪里。你先别乱立 flag 哦。对，因为三月不确定是不是好，我不确定三月是不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就还好，走不到心里哦。你不是叫我们笑哦，笑，开心的笑，只能看到眼睛，我毫无动力啊，只能看到眼睛，你毫无动力吗？你们要看我们灵魂之窗啊。Hello， 小兰，去吃饭了。好了，我要去吃饭了啊、哦，笑笑笑，可以笑 ，W 现在笑。你给我笑，哀家叫你笑，你不能不笑，你给我笑。活动之前还有变数，但不变的是我的胖啊、哦，不行，请开始在地上前翻滚。你是要我哀家在地上滚吗？放肆，谁允许你这样子的？笑，可以笑。我从紫竹心里走出来又走回去了，为什么走出来又走回去？关播，我的灵魂之窗在嘴唇上，这样吗？我每次都说要走心都失败了，哦，真的哦，好啦，不难过哈。月月为什么生气？笑，见人就是矫情，你挨家挨户的滚哦，挨家挨户的滚是吗？我。是，请说月月大人，月月大人请讲。岳大人，请说，请发表你的言论。但我要关喽。大胆奴婢，看到皇上还不跪下？你再不走，我走，因为我很喜欢走来走去啦。哦，你很喜欢走来走去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吗？那我要关啦，大家爱你们啊，啾啾喽，明天见喽。退朝。午安啦，午安，我刚讲晚安嘛，午安午安。你刚刚说谁敢？你刚刚说谁敢？你敢吗？走开，大竹笋关播，退朝跪安吧，啊跪安吧，啊跪安吧，应该退一下。明天怎样？明天是早朝对吧？明天是早朝，明天早朝，明天早朝见啊，各位！你不简单，让我说滚，退下，退下，滚呐、啊！大家拜拜，我要去吃饭了。下课十分钟的恋爱，好了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